没有好球，两坏球。这球打到了一垒这边，许继宏扑到，精彩的守备，再抛给补位的加百利，熬到。宝莫说了一支安打，许继宏这个守备也是 nice play 啊，没话说。所以结束了八局下半魏权龙队的攻势啊，没有能够再添分数。待会来看龙队在九局上半能否守住一分的领先。大家一定也都非常想念在球场的时光，对不对？现在终于要复赛啦，期待我们在一起在球场相见的日子哦！让我们一起在为中信兄弟。